情长中几多高手，用爱将心去透，就像你偷得痴情，剩我一世忧。用气也用气，用几多好计谋，都得放心，然后自尊老后。为什么忍心如许，用爱添我忧，剩下我痴痴泪流，你解心里忧。伴着种种苦共甜，为君一生去守。花天娇，估唔到阿娇嗰份人系咁人面兽心啊！等我去杀咗佢，我都唔会放过佢。不过我谂，我哋首先就要谂办法救阿星同阿卓先生。但系佢哋一被捕就俾人押入监狱噶啦，点救啊？我想去找卓妮，咁咪即系自投罗网？唔通我可以眼白白睇住阿星死咩？小唐，呢件事我觉得有啲奇怪。咩事啊？点解花天娇唔早啲带嗰啲人嚟咧？你仲谂呢啲嘢？我唔理，我而家去找卓妮。小唐，狗吓，即刻跟住小唐去，我一个人喺度得噶啦。好。捉到两个都好，剩翻个盲公子系迟早嘅啫。系，你同我敲实佢哋啊！你而家安乐晒啦，唔使几耐，佢哋就要介去监仓噶啦。监狱长系我老朋友嚟嘅，你想点样对付佢，同我讲声就得噶啦。你知唔知道佢哋有冇反抗？好似冇噃，卓小姐，花天娇嚟咗啦。卓小姐，我个任务完成咗啦噃，咁攞一万大洋俾佢。系，卓小姐，多谢卓小姐，多谢卓小姐。卓小姐，我可唔可以坐埋你嘅车啊？你知啦，黑麻麻行好惊啊嘛。你有冇见过有人肯俾只猪上佢嘅车？你走咗佬噶，点解又走翻嚟呢度杀人啊？你嚟得啱啦，卓小姐，唔怕开门见山讲啦，我系想嚟救我细佬。令弟俾警方拉咗，同我有咩关系呢？大家无谓兜圈啊！如果你肯放佢嘅话，咁我就会带佢同罗四海取一夫走，今生今世都唔再踏入广州半步。呢啲嘢唔到我做主嘅。卓小姐，恕我求下你啊。谭小姐，你唔好再讲啦。你唔系想我揾人拉埋你啊嘛？卓妮，我唔再求你，
不過我一定有法子救到阿星出嚟嘅。阿九，我哋走。好。七小姐，你車一車我啊！我講過，我呢架唔係豬車。七小姐，咩事咁開心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做老千嘅雖然成日呃人，但係佢哋對親人始終係真心。譚小棠份人不嬲都好硬頸，今次佢居然會低聲下氣嚟求我，證明譚星冇出蠱惑，佢真係俾警方捉咗。係喎，冇理由連家姐都呃埋噶嚇。我已經吩咐咗佢哋，俾好啲伙食你，同埋將你嘅倉打掃乾淨啲。我要你淨係包到添，原來連監倉都包埋。你知唔知點解我要咁做？內疚啊嘛。你仲係咁恨我？星。我唔信你從來冇喜歡過我，一次都冇。一晚都冇。你同我之間只有呢道鐵閘。洪夫人咩指教咧？方局长，你估你有冇办法令到陈沙巴出唔到监呢？你一定好奇怪，点解我啱啱探完佢监出嚟，就即刻提出一个对佢咁不利嘅要求？我呢份人冇乜好奇心，只系对银子有兴趣啫。方局长，你都挺卑鄙的。不过我最欣赏那些够卑鄙的人。好多谢洪夫人赏识。我再讲一次，我要陈沙巴出不到监。他根本犯了杀人罪，应该判死刑啦，还何须动手脚啫？我就是不要他死，我只要他这一世都留在监狱里面。我身为监狱长，如果连一个囚犯都不能够留在监狱里面，根本就不配做狱长。我懂怎样做。沙巴已经晕咗啦，喎，醒啊！带佢嚟见我。知道。起身，查底。起身。卓眉手段真系毒辣。沙巴先生，呢场戏值50大洋啦啩？得啦，一阵就铺仓俾你啦，行啊，走啊！打定到洪太今晚有啲咩？打定到，咪商会主席今日做寿，商人今晚一定唔会少佢嗰份。监仓里边上上下下搞掂晒啦嘛，全部派通啦，只要搞掂狱长，
你点样打成佢咁？点解？吓吓，冇打我，你冇打我，你认唔认我？沙巴先生，你记错啦，冇打我，我记错？系啊，冇人打你噃，你发梦啫噃，我发梦？嗯，系啦。 不过你唔好将犯案嘅嘢讲俾法官知喎。如果唔系，佢会话你神经病嘅喎。咁我点啊？你点？卓生，你教下佢啊！冇打我，你冇打我。我哋揾我哋嘅律师，告你虐待。咩话？虐待？系。痛啊！ 通常好多犯人入到嚟我哋監獄，都係受唔住呢度嘅壓力，所以精神崩潰，有啲仲吊頸添。咁呢就係靠下啦噃，嚇？靠下？以沙巴先生嘅名譽地位嚇，佢驚判佢有罪，罪名成立咗之後，佢就身敗名裂。 所以形成佢精神崩溃，呢啲绝对唔系稀奇嘅事。沙巴先生，你喺呢度好安全咧？冇打我，冇打我，冇人打你啊！冇人打我。嗯，不过你唔好唔知你杀咗人喎，嗯？ 杀咗人，我杀咗人啊！系啊，一个有精神病人去杀人，最多都系判终身监禁。而你帮佢杀人，我睇最少都要判30年喎，啊？ 冇得，小心啲，快啲去，快啲翻嚟，成功失败靠你一个。 呢啲无谓嘅应酬，我一早就叫你唔好去噶啦。你又唔听我话。嗱，我老婆而家翻咗嚟，要避几下先好噶。吓，徐小姐，我哋架车牌喺出边，唔知点解无端端会唔见咗？喺广州边度咁偷我架车？你睇清楚或者发咗第二度。 几时翻啊？讲唔定。嗱，你自己早啲瞓先，唔使等我啦。有咩事啊？我究竟做错咗咩？你又做咩啫？我知。
佢靚過我，佢後生過我。曼婷，我求下你，睇在我哋咁耐夫妻份上，你唔好咁啦。我而家點啫？我咪一樣對你咁好，你唔好咁啦，咪俾啲客人睇見有乜好睇？你一晚唔見佢都唔得嘅咩？嚇？你唔好去啦。我叫佢哋開宵夜，我燉咗啲燕窩俾你食。等陣，你留俾我一陣翻嚟食。夫人嚟啦，阿炳啊，你暂时行开下。好啊。小姐，家姐真系唔见咗啊！真嘅，唔好意思咁多位，失陪一阵啊。好嘅。真系奇啦呢件事，边个咁嘅咧？阿东，你即刻同我打个电话俾狱长，叫佢同我留意下谭星同卓一夫有冇咩古怪行动。系。唔好意思咁多位，到边位啊？轮到你啦。好，得啦，我知点做啦。啊，同我出去准备一下，我要出去巡仓。哦。局长啊，未审过呢个枪毙，我谂有问题喎。打动你啊，睇下，快啦！快啲！你跟埋去。叫你哋咁做噶，你冇讲咁多嘢得唔得？喂，讲俾我听喎，边个指使你哋咁做嘅？咪嘈啊！哎，你同佢讲咁多嘢做乜嘢啫？你睇住前面啦。喂，睇住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卓一夫患咗癫狗症，我同沙巴另外一个狱警都俾佢咬到，
仲累我打咗几针添。癫狗整，咁你有冇见到沙巴？有啊，我巡过仓噶啦，见佢焗住张毡喺度瞓嘅。你有冇见佢面口？咁又冇喎。嗱，你而家即刻去巡多一次，睇下沙巴系咪真系瞓喺嗰度。局长，打开个仓门，我去巡下沙巴间房。啊，蔡阿夫喺度喎。唔紧要，我带咗人帮手啦。系咧？唔使啦啩，我正话睇过冇嘢啊。哼，你一定有啲古怪。冇啊，我冇咩古怪啊。你方你咪使咗沙巴嘅钱啊？冇啊，狱长，我唔敢啊！我自然会查得到嘅，开门先啦。卓利嘅车，点解会系卓利嘅车？好彩撞咗车啫，如果唔系我塞俾佢哋老咗去。小达，做咩啦？唔出声。卓利好似搞到乜嘢都证据确凿咁，连我哋都系帮凶，破穿条丝。已经在珠江度留咗上嚟。今次阿星，你觉唔觉得阿星呢次去完香港杀徐老健翻嚟之后，好似成个人变晒咁？点样变法啊？万人嘅感觉最敏锐，我总觉得阿星冇咁易俾人捉到啫。咁唔通佢特登俾人捉嚟呃我哋啊？我就咁样怀疑。傻啦！我系佢家姐，佢从来都冇呃过我嘅。边个？阿九啊！点啊？四哥，我见到阿星啦。佢点啊？佢冇乜事，我使咗好多钱先见到佢啊！啊，仲写张字条俾你添啊，堂姐。家姐，后日我就受审，请你尽力救我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求霍夫人出面。但是霍曼婷和卓利关系密切，不可以被他知道，所以你最好约霍太向老天茶座见面。阿星，我出去打电话。小达，老爷回来了。太太咧？佢出咗去啊！出咗去边度？唔知咧，佢正话听到一个女人嘅电话就出去咯。女人嘅电话？大
到啦，小姐，對面嗰間茶座就係噶啦。唔該。好多謝。小唐。车直情系快到冇影噶，我唔一声就撞。我知道唔关你事，你哋唔使再周围匿，我会撤销你同罗四海嘅通缉令。四哥，个衰女人都嚟咗。呢度法庭，唔好乱咁讲说话。希望令弟今次好运。佢出嚟啦！可能判得罪了。起啦！请坐。根据证供，本人认为陈沙巴谋杀罪名成立。唔会噶，法官大人，佢唔会杀人噶，佢系冤枉噶。阿飞，你讲嘢啦！法官大人，佢系冤枉噶，佢唔会杀人噶。你阿飞，你出声啦！法官大人，佢系冤枉噶。王姐，法官大人，我有嘢讲。请各位尊重法庭，保持肃静。法官大人，可唔可以俾个时间我表明我的身份？你是誰？我是本案死者何川。沙巴先生是我的好朋友，请你相信我，他绝对没有理由杀我的。那为什么案发了几天你一直不出面跟你的朋友作证？世事记忆很巧合，自从那天，即是报纸说案发当日，我喝醉了酒，由沙巴先生带我回家。当晚我就回了家，澳门家父度瞓。我在澳门咁耐，就病足咁耐，一直至到寻日精神先比较好啲，然后先至有机会睇报纸，先知道沙巴先生谋杀咗我嘅消息，简直系荒谬。呢件事冇可能发生的。你真系何川？法官大人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拿出证据证明我是何川。
夫人，我哋老爷今日吩咐唔见客喎，请回啦。我算系人客咩？乜咁得闲？谭星嘅无罪释放啊！点解何川佢会突然间生勾勾出嚟作证嘅咧？真系奇怪。呢几日奇怪嘅事干的确好多，但系你自己一啲都唔觉得奇怪，我又点会觉得奇怪？唔通谭星佢自己揾监嚟坐？点解呢？做乜嘢啊你？冇晒反应嘅？你想我有啲咩反应？我知啊，梗系我呢几日冇嚟陪你，你唔中意咧。呢几日人哋心烦啊嘛，嗱，迟啲我咪可以时时照顾你咯，吓？照顾我？你想点样照顾我？嗱，等你太太美七过咗之后，我哋咪结婚咯。你中唔中意啊？人哋都唔怕咯，你怕咩啫？你呢个女人，究竟你个脑里头谂埋谂埋有几多嘢？冇啊。我哋今日净系谂住点样做你好太太咯。你点解要嫁俾我？真系要我讲啊？外国人先讲得出口噶嘛，我哋唐人点讲得出我爱你？你爱我？做乜肉紧啫你？真系妖怪嚟嘅。我做错嘢，你可以话俾我听，我改啊嘛，你做乜发咁大脾气啫？谭星系你咩人？你居然利用谭星做掩眼法嚟到对付我！我话俾你听，无论如何喺今时今日，你两个联手都冇办法可以对付得到我。我喺广州嘅地位，你哋亦都冇办法可以取代得到。算啦，过去嘅一切一切，我都唔再追究。但系以后你要醒醒啲做人，如果唔系，好多你意料唔到嘅事干就会发生喺你个身上。你讲咩啫？我真系奇怪，我以前点解会中意咗你？简直连个作呕啊！我做错咗咩？你杀死我老婆，仲想绑架我，咁仲唔够？我冇。我永远都记得你点样对付南北天王。纵使我怪错咗你，我都唔愿意再冒险。就算你真系冇做到，我都当真系你做噶啦。你想讲咩啫？我想同你一刀两断。为咗我哋无罪释放，饮杯啊！升嘅。好。师傅，敬你一杯，升嘅。出嚟两口啦。谭小姐，饮杯。何生，咁点系啊？我都唔系好饮得嘅啫，今日咁高兴，敬你一杯，徐亮啊！阿星啊，适可而止啦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好，嚟嚟嚟，先，饮杯。好，我今晚就陪你醉，系咪啊？好，星嘅。星啊，
就飲個。翻嚟再飲個。好，我食嗰塊先啊。維福佬啊，唔該。阿星啊，你陪阿卓先生翻去休息先。再見啊。再見。小姐。小心啲啊。維福佬啊。謝。阿川啊。我想散下步，不如你陪我行一陣。好啊，冇所謂。阿川，呢件事究竟係點噶？咩點？我係話你點解要炸死，然後再出現？阿星佢係咪自己揾家嚟坐咧？阿川。如果你仲当我是朋友的，请你讲俾我知。我呢世人最怕就是被人呃。不过阿星是我朋友，我答应过他要保守秘密的。连我是他家姐都不可以知道。你放心啊，阿星很有头脑的，他不会撞板。咁好啦，既然你不想讲，我都不会再问。不过今次咁样帮阿星，我又欠多咗呢一个情。我哋之间唔使客气啦。爹，如果冇咩事，我先走，听朝一早翻咯。祝你一路顺风，得闲嚟澳门探我。开车。你今晚如果唔讲清楚，你唔使自己走。唐姐，你唔好咁嬲啦，我唔系咁嘅人嚟噶，系阿星叫我做鬼头仔嘅咋，你唔信翻去问下佢啊。入去。星，一切嘅嘢原来系你摆布嘅。霍曼廷势力实在太大，我要令霍曼廷怀疑卓莉，离开卓莉。咁呢场仗，我哋就会赢。咁撞死霍太嗰件事，亦都系你指使嘅，系咪？你利用我去杀霍太，系咪啊？星，你讲啊？唔系，真系唔系？家姐。我同你相依为命咁耐，唔通咁你都唔相信我？但系你连贺川炸死嘅计划你都冇讲过俾我听。如果唔系咁，我哋根本呃唔到卓莉。家姐，你信我，我只系呃你一次。你知唔知我为咗呢件事几担心？我一直都瞓唔着。对唔住啊，家姐。算了，我想入去休息一下。早唞，家姐。真系唔好意思，你就唔好意思得过啦，难为我咋？阿教啊，送我娇翻去。嗯。星，点解你要呃你家姐？
我呃佢？分明係你殺死霍太嘅。冇錯，你嘅簽術雖然係到咗登門入室，但係我冇教你咁絕情。呃佢係避免麻煩。唔通你唔顧親情？千門最高心法就要做到六親不認。成，你係可以做到千王之王，但你要付出好多代價。咩代價？你會終身寂寞。為了報復，我不惜一切代價。